最近大方承认了新恋情的 Selena 带着小7岁的男友现身黄子佼生日宴会，小两口穿着牛仔外套搭配白色系服装的情侣装，十指紧扣走进会场，完全不遮掩不扭捏，看得出他对这段恋情感到相当幸福而自在。 Selena 先去洗手间，而男生不知为何又跑下楼，不一会儿拎了一个红色袋子上来，看似是要送给黄子佼的礼物，随后两人又手牵手一起去洗手间，直到深夜，任爸任妈与 Selena 和男友才一起搭着任家的车离开。前几日 Selena 采访时还说到了男友的贴心，那就是这样，但我当然心里还是希望他可以买到，就后来他来了，真的就拿了一碗，就是用那个外带的碗的香菜，所以我看到我就有点其实我是很开心的，因为我觉得哇，没有让我失望了。当然我没有讲出来，只是我自己在心里面有一个那个说到做到的。对对，第一个他说到做到。